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听听周深的演唱萨顶顶的左手紫月。今天是4月18日，在内布拉斯加的约克，我们来听一下在湖南卫视左手紫月和芒种。谢谢，掌声。左手紫月，混响大一点。右手握着天，照亮裂出了石缝的闪电，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，三千世如所不见，左手捻着花，右手握着剑。天籁之声呢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现在红队答题是红。左手紫月，左手紫月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好听，萨顶顶的音非常的高。之前周深在自己的9月29日那个生日会上，自己在做直播的时候演唱过，就是演唱几句，害怕这个麦克风给爆了。这首歌他在快乐大本营也唱，但是也是唱的片段，没有找到完整的，但是我们就听着几句也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棒。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在美国的歌友也是很喜欢周深，有同样喜欢，全世界有同样喜欢周深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，在屏幕的下方，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美国周深歌友会，大家一起来交流分享。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周深真是天籁之音，棒棒棒。